迎蛙哥。这是潮人的打招呼的方式，跟李总一样。潮吗？潮人，潮人哦，潮得很。潮，来，蛙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大家好，我小蛙。怎么样？现在信心是？哎，没有了。你看，最主要我们是一条心。对，今天特别感谢蛙哥助阵。对，而且我们一条心。看到了吗？一条心，都有队服，队服都已经一样的穿出来了。好。两队的助阵嘉宾都已经请来了，马上就开始竞争啊！这一轮的游戏呢叫做《王牌小剧场》，蛙哥和沈月都是秘密武器。既然登场了，这一轮就你们来比好了。好，因为依依的演技确实也是难登，难登大舞台之雅，也是还没有那么的登峰造极，对不对？很难说哦，很难说。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轮游戏的这个规则。两位呢要在规定情境里面完成一些突发剧情任务的考验，最终由我们海尔的 BOSS 团根据现场的表现来判定哪队获胜。故事有一个设定的情境是这样的。两位要演一对情侣，啊，一对情侣。然后沈月呢，你在今天同一天时间里面，跟你的闺蜜、还有男同事、还有妈妈都吵架了，好惨的一天呐。然后你在这个我们的去盲盒里面就很伤心、很难过，这是你的情绪啊。然后蛙哥这边呢，通过了三个月的努力，然后不停的健身，你今天体脂率终于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数值。八呀，八太吓人了，十八，然后就因为达到了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开心，很就欢呼雀跃的回到了家里，好，好不好？这是给你们的情境， okay. 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会随时的发布一些突发情境的状态 ，OK， 好不好？太狠了，非常狠 ，OK， 这样二位直接来到我们的去空间场景就位，我们其他人就坐山观虎斗了，好不好？真的吗？加油！对，去空间是属于你们的，这么随意就开始了啊？当然。那我们家在哪？你们家是去空间，去这儿。我们已经在家里还是回家？两个人需要共同登场吗？还是共同登场？你们可以自己设定，反正情境我已经给好了。情境准备好了没有？啊，而且你们是情侣哦，别忘了这个身份。也没有地方可以坐，然后我们就直接。怎么了？你在家干嘛？就开始了，开始了，瞬间开始了。哎，入戏好快。哎，干嘛？看我。怎么样？不觉得我那个？很蠢。啊，我你看我，你看我，你不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一样。怎么了你？我那个是不重要，你怎么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坐。没有地方坐，哪有地方坐？我那我们不坐，我坐哪？不坐。你怎么了？今天很生气。看得出来。你们需要有一个人拿出小仙姬里的护手霜。我知道。突发任务一，有一个人拿出小仙姬里的护手霜，说出“真水润”三个字。我知道。你等我一下，我知道你很生气，你等一下。真水润，小仙姬里的护手霜。小仙姬。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你说。你一定是跟你闺蜜吵架，对不对？对。我还知道你跟谁吵架了，等，因为他说我的手像凤爪，我就是他的闺蜜，而且我知道你他老说我，而且你肯定跟你妈也吵架了。这样吧，我们你等一下，然后我妈还帮着他，小心机的，对，这就是小心机，要拿出来给他擦手，说真水润哈啊。你一定是跟你闺蜜、跟你朋友、跟你妈都吵架了，看得出来。我脸上写着了，写着了。你手给我。这什么？好水嫩哦。哎呦！好生硬哦。我对不起你，因为你这么生气，你这么气，我不应该这么开心。那你开心什么？因为你的手好水嫩哦。你们需要拿出暖藏冰吧里的。香蕉说真新鲜，你帮我拿一下，先别生气，我知道你喜欢什么。那边，打开。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就记得你喜欢吃香蕉。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香蕉新不新鲜啊？它放在这个冰箱哦，
温度都恒温不变的。不新鲜的香蕉我是不会吃的。我帮你先吃一口。哇！我都不想给你吃了。真新鲜！真新鲜！新不新鲜？新鲜。这样过吗？可以。任务三，需要摸一下洗衣机，并且说出“免清洗，真健康”。好吃好。嗯。你刚刚我还把上面那个是延伸下来，好吃好。好吃。但我们不要吃完，我们先放回去。明天再吃吗？嘿、hey。明天还会真新鲜，因为它保鲜的。对对对，明天保鲜，保鲜，保鲜。明天还真新鲜哈。你看你有没有一点好一点，没有那么生气了。稍微好一点，好一点。那我们要不要坐一下？坐洗衣机里面。他一直要他坐一下。坐洗衣机里面，抱上去。他刚刚说什么？提示一下。免清洗，真健康。健康哇，这个。免清洗，真健康。哎，这个是谁打开的？一个洗衣机的盖子。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接。免清洗。这个盖子怎么就打开了？哦，原来洗好衣服了。嗯，对，我真棒，免清免，真棒，免清洗，免清洗，真健康。男生要比你还健康，比你的体脂率还健康。任务四，请男生想办法让电视播放女生的画面。好，播放。嗯，这个真的很错，有没有好一点了？下次你自己的衣服可不可以自己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你不生气。来，我们来看电视。我想看，我好喜欢你。干什么？我好喜欢你，是一个电，是一个戏了。播放。我当然知道这是个戏。今年评选最佳员工啊，我一定投你一票。部长。两年前我进 check 的时候，看着看着，突然想听冰箱放一段音乐，并且随机起舞。就是你表现得太好。音乐。为什么快乐星球让人如此着迷？什么是快乐星球？为什么冰箱会放音乐？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冰箱，我要换一个音乐。现在就带你研究。小宋来了。冰箱，我要换一个音乐。任务六。换一个拉丁的音乐，你哦要对，还有舞蹈。没会跳脚吗？右脚它很简单看、啊，后退，后退，然后前斜，走这边，走这边，过这边，哇！哎，一起来了，下一个任务，冰箱麻烦音乐停掉。接下来呢，放过冰箱之后，请打开空调。根据伴奏和歌词提示演唱的歌曲。哇，这个室温刚刚好，有没有觉得？是吗？我觉得有点干。有点凉吗？可以在空调边找到歌词的手卡，并且跟随演唱。手卡。OK， 好好好。突然房间停电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忘了我该生气了，怎么电都停了，你没交电费吗？有停吗？我不知道啊，他们说停了，电视还亮着，是哪个电停了？看不见了，应该看不见了、哦、看不见了。灯好、哦、表演结束。我觉得这个情境太难为二位了。这是在干什么？太难为二位了，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趣生活，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一些可爱的家电是可以带给你不同的生活体验的、但是我真的好佩服小蛙哥，太厉害了，小蛙哥这个随机应变太棒了。哎，我永远不记得你讲的话怎么讲完五秒钟又忘了，就光记得怎么样让女生不要不开心了，对不对？你把他们都带回家，你马上就能记得。对对对对，好了，这个表演结束之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海尔 BOSS 团给出这一轮游戏的判定结果，到底哪一队可以获胜呢？我们请 BOSS
登台来告诉我们。欢迎。来，你好，你好，评判结果哪队赢了？其实这轮评判，对钟汉良是不大公平，因为 boss 团里面都是男生。哦，我不介意。对，一边倒的认为是我们女生比较厉害，比较有机会。但后来我觉得，我后来决定秉公执法了，因为。我发现钟汉良非常的努力认真，但受迫于题目太难，一会儿变那个，都怪我。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给钟。非常好，公平、公开、公正啊！谢谢我们boss团，先喂了颗糖给我，谢谢您，稍事休息一下啊！谢谢，确实太为难了。这样啊，这轮还是一队获得了我们。这个去盲盒的秒杀福利发放权，这一轮我们发放的秒杀好礼，来各位观众听好了，海尔32寸智能电视，海尔32寸智能电视机，高清智能语音遥控，各位观众只需要花5.31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而这台电视的零售价呢，也会计入一队的福利额当中，它的零售价是多少呢？1099。所以恭喜一队获得1099的福利额，5.31块就可以抢到，就可以抢走了。当然必须要盯着看我们的直播。对，发放福利的权利就交给你们，倒数5秒过后上链接，5.31块抢回家。5、4、3、2、1，上链接。上链接，海尔32寸智能电视机，5.31块，你抢到了吗？不敢相信，5.31块，非常厉害了。谢谢蛙哥，按得够快，网络够快。对呀、啊，要网络够快，一定要手快，网络快。而且蛙哥还提醒大家，一定要守着我们的直播看。是的，对，后面还有很多的红包以及更多的秒杀福利。目前一一带领的我们的常胜队，累计的福利金额是2398元。哇，那8块钱我愿意分给你。杰弗瑞这边一共2个东西是吧？0元。等会儿赚回来。你的常胜队呢？啊，等会儿抢回来。好了，现在赛程过半，两队继续加油。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新盲盒时间，两队准备上场。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到两边。好，关键区。这一轮我们的这个新盲盒呀，我觉得可以一线上了，因为之前是杰弗瑞他们都是先上的。是的。我们抢一个主动权好了，好不好？好。你们先上。一马当先。怎么样？我们请蛙哥一起走。好。新盲盒区，喂，奇迹，电视，哎，对，我要看王牌对王牌，现在都不用，而且不用称呼他，我们要，这个是我表现最好的一次。哎，不是，我要跟那个，你一直把脸挡着。宋不是，哎，站到这里来看一看。哎，这是你们之前对，这是蛙哥来录王牌的时候，画质超好，有没有？表现超棒，有没有？有，我在这个位置都看得到那个人哦。哎，而且我发现这个电视的边框好细哦，所以。看起来整个电视显得特别的大，摆在家里我觉得当一幅那个画都不错。是的，提醒一下，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盲盒之后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海尔准备了福利红包，就藏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们赶紧找找看，福利红包。哇，厉害！红包，找红包，找到了吗？红包。哎，这个友情提醒一下啊、哦，祈福，在冰箱附近找。冰箱附近找啊！哦。在这里藏得有点深，哎，但是我们功力也很深，所以我们找到了。而且因为这个纸很薄嘛，然后它直接放在这个里面也没有掉下去。对，这个缝这么薄，缝隙很小。哇哦，来看看是什么玄机。不是说应该要有一个空间给冰箱散热之类的吗？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了。一会儿我们的守护者会好好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不着急，我们先送这个礼物。好，现金宠粉红包最多可抽有531元。现金大红包，现在吗？好，现在吗？531元，现在来1、5，没有了，5、4、3、2、1，红包来了。好，所以
这个严丝合缝的冰箱到底有什么讲究呢？哦、来，我们请漂亮的小姐姐。是真的有讲究，对不对？是的。我记得以前需要一个空间来散热。对，这个原来普通的冰箱它都是需要散热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了底质的散热系统，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热气都是向前的。我以为它不散热呢。没有没有没有，它还是有散热的。对，它是底质散热，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两边都是零厘米。所以说，来，我们钟汉良也可以打开一下我们冰箱来试一下，再打开我们的冰箱门试一下，它可以完全打开九十度，这个里面的东西我们都哎看到没，可以拿出来。嗯，所以说它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超薄款啊。加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面板，它只有61.7公分。哦，你说这个厚度很薄，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容量更大。对，而且它还可以，对，它可以完美的融合到我们的这个橱柜里头，严丝合缝的在橱柜里头。哦，而且我听说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品饮。对对对，我们的品饮式嵌入，品饮式嵌入。对，它这个就是你家里如果所有的那个厨房整洁度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嵌在那个橱柜里面。对对对，就是没有凹凸，没有没有它，你可以看到它这一面的话是可以跟我们橱柜齐平，因为它超薄，然后它这个侧面又是严丝合缝零厘米。哦，就是美观跟实用都兼具，都兼具。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啊，就是关于我们的真品储存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松茸。对，松茸的话我们知道它平时的储存其实很难储存，先要求这个温度要很稳定。 对，基本上是处于我们这个里面的话是零波动的状态。而且你也可以上手摸一下我们这个啊，可以看到它非常新鲜，对吧？我们这个冻了多久了？这个的话冻了有半个月了。半个月，一般松茸顶多从采摘到吃的地方就保存个两天，对对对，两三天。放在冷冻库其实也要快点吃。对，所以说它可以放很久。我们这个可以放半年。原来就是恒温的关系。对对对，恒温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半年。这样的话，就是在这半年内，你可以随时品鉴到我们最新鲜、最棒的我们高端的食材，都可以用我们的华宴冰箱来好好的保存它。是的，是的。而且这种没有指纹的这样的一个面板，就会让你觉得在家里搞卫生都轻松了好多。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给两位带来的我们的黑科技哦。好，真的。那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见。这么快？对，我忍不住多夸他几句。感觉很不像一个冰箱，然后好像一个，对呀，一个什么设计品？而且你看这么多的空间，容量超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赶紧在618的时候把它带回家。我刚也在比这个，觉得那个空间很大。好，原来就是那个面料比较薄，对，华宴冰箱。对，好，接下来到你了。你好，我刚刚在找红包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后面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哎，这个我稍后就要给你揭晓哦。今天我给大家要种草的呢，就是我们海尔的 bling bling 彩妆机。bling bling， 哇，这个名字 bling， 彩妆机是要画彩妆吗？哎，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哎？颜色好艳丽啊，是不是？对啊，好神奇、哦、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衣物亮色如新哦。洗完衣服会亮亮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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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对，颜色特别的亮，对，闪着光彩。哎，我们口说无凭啊、哦，我今天带了两件衣服，这两件衣服呢是分别洗过10次的，但是呢只有一件是我们 bling bling 彩妆机洗的、哦，然后我要请两位来猜一下，这件衣服明显比较鲜艳，还是保留感觉像原来的颜色？不用猜呀，很，是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就发现，因为这个牛仔裤很多种颜色，其中有一个就叫水洗白。那如果你洗涤的这个方式或者是用的洗涤液不够好的话，你看它洗着洗着其实就已经褪色了。其实摸手上也感觉很明显，就这个比较还是比较柔软。对，柔软一些。哇，我感觉这个款式很适合你们两个哎。比较硬一点。对，你刚刚是不是拉筋没有跳出来？来这一个。哇，这两个。我们今年的新潮流就是 bling bling 风啊！我把你搞乱。这样，正面正面。再一次。哇，太棒了！天哪！只要是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有如这个铠甲加身，突然就 bling bling 了，是不是？
哎，那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衣服能够亮色如新呢？为什么呢？他的秘密在哪里呢？这个技术是什么？哎，秘密在哪里呢？哎，他的秘密在哪里呢？他的秘密就藏在我们的哎，我们的 B box 的彩妆盒里。哦，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盛夏老师看一下哦，我们这个 B box 的彩妆盒，它是自带洗衣液的。而且你看。它有三种颜色，是不是也很漂亮，像彩虹色一样的？而且我发现这个颜色上还有不同的名词，一个是专属洗衣液，一个是丸子助洗液，还有一个是护色助洗液。对，护色应该洗白色的，对吧？白色的呢，要用我们这个绿色的，是绿色的我们的精粹洗衣液，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净白的助洗液，哎，就可以解决我们白色的这个衬衫像。袖口啊，还有这个领口啊，久洗之后就特别容易泛黄。哎，我发现今天两位真的是特别配合穿的，对，穿的我们白色的这个衬衫哦，然后用它们呢就可以帮你们解决这个洗后泛黄的这个问题了。而且我发现它其实还留了两个孔，就如果你自己家里还有一些没有用完的这个洗衣液的话，也可以这样倒进去。但是告诉大家，真的，如果想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衣服的话，一定要用我们专属的洗衣液，而且我们可以直接无接触付款，然后帮你送到家。对的对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白色的衣物啊，那你看现在夏天了，哇，各种彩色的衣服都已经在街上出街了，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遇到这个彩色的衣服久洗之后，它会颜色就没有那么亮了，对吗？会有这样的难题啊。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配合我们紫色的这个护色的助洗液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彩色的衣服常洗常新，然后一直都是亮色如新的。对，而且我们的这个专员会直接把这一个洗衣液送到你的家里，基本上已经放在你们一次自己去倒。对，它是非常智慧的，你看我们只需要一键选择我们的智慧洗，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识别我们的这个衣物，然后进行一个智慧的配给来投放这个洗衣液。你就不用担心不知道到底放多少了，是一台自带洗衣液的洗衣机。是的是的，所以它是洗衣机和洗衣液二合一。对，彩妆机就是精致生活的必备品。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聪明啊还不止如此哦，我还要给你们推荐一个你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就你看两位一定是平时工作应该会比较忙，那你们平时这个洗衣液会到什么地方去买呢？妹妹，我刚刚这一趴已经讲过了，因为我很早就了解到你们这个洗衣液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然后专员帮你送到家。对的，对的。所以我刚刚已经特别给蛙哥推荐过了，对。我都有买，我都有买过，对不对？它是会自动的去识别我们这个洗衣液的余量的，然后只要是你的这个洗衣液余量不足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手机的这个智家 APP 上面，它就会提示你，哎，蛙哥，你该买洗衣液了。就是除了不用每次放洗衣液以外，还可以。快用完了还提醒你用 APP， 对，实现一个无感支付在线下单，然后洗衣液送到家，太棒了！所以赶紧下载我们的这个海尔的 APP， 让你的智慧家赶紧升级一下。那刚刚蛙哥最感兴趣的这个，你必须好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哎，这个、居然没有。没有接触的可以划过是吗？哎，这是我们彩妆机的另一个黑科技了，就是我们赛车级的这个直驱电机。那我不知道两位平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痛点啊？就是声音会特别大，对，真的是太吵了。那其实就是秘密就藏在它的电机上面。那我们这个赛车级的直驱电机呢，它采用的是这种磁悬浮的一个驱动技术。对，你刚刚已经体验到了，你看穿过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摩擦的，不是用以前这种皮带式的。对的，所以说它的这种驱动的方式呢，就可以让洗衣机在运行的时候特别的平稳安静。而且目前全球已经有1000万的用户在选择我们海尔的直驱洗衣机了。是的，是的，有用户证明哦。哎，所以绝对是赛车级的直驱洗衣机，王牌粉色果然够稳。对的，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彩色的夏天，一定要选它。好，谢谢，谢谢丽丽。我要一个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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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好，来，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好物。Hello Hello， 又见面了。那接下来时间，我要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最新潮的卧室场景。蛙哥，要不要稍作休息一下？可以啊，来呀，我先去研究一下旁边到底有什么。对，稍等一下，马上揭晓。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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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回到我们的王牌等候区，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个新空间啊，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好物。王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有啊，
哪个？我其实我觉得对于水的那个健康质量来说，现在人越来越关注了。对，光是那个自来水，其实它的过滤的程度是不够的。嗯，一定要用净水器。每天喝嘛，对，对，软化那个水，对皮肤都特别好。我们70%都是水啊，对不对？对啊。喝的水如果不讲究的话，那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会下降非常非常多啊。嗯、水做的美人。对。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玩非常多的游戏，来证明这个环节到底谁拥有向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送出福利的这个权利。这个游戏呢，在我们王牌对王牌里面大家会经常看到，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了，就是传声筒。传声筒，传声筒。今天玩的这个规则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每队都只有三个人啊，所以呢需要我们的这个海的 boss 团成员给每队增加2位成员，凑5个人来参加比拼。我们先请要参加这轮比拼的老总们来到台上。哦，哎呀，欢迎二位，欢迎欢迎。一会儿多多给我们送福利，来，没问题，没问题。好。欢迎两位啊，听一下这个规则，两队会轮流参赛，每队5名成员，每个成员用隔板隔开，第一名队员需要尽可能多的记住我们给出的台词，然后向后传递，最后一个队员复述台词，哪队说对的多，哪队就拥有了获胜的送礼物的这个权利了。这样上一轮失败的队伍先来吧。好，我们就没有赢过吧。啊，你还是记得的啊。我都忘了，还是记得的。我们还在比赛呢，是在比赛。谁是到那个 Jeffrey 他们那组的？来吧，你们先上场吧。谁在我们在这一组、啊？不是他们。OK， 我刚刚是跟 Jeffrey 在那个先没洗干净。我记得你刚刚问我要不要洗衣机。来来，那你们就五个人。于总，于总。好，我参与这对。好，谁第一棒？谁第一棒？好，第一棒。那我也是，对吧？跟我没洗对吧？那我们这好有机会，分配一下谁第一棒？看沈月随便站，我不要最后一棒，最好是领悟力强一些的。对，我不要第一棒，领悟力强一些的。我领悟力那就 Jeffrey 最后一棒，沈月第一棒好不好？我第一棒，你第一棒，你第一棒。好吧，那我在 Jeffrey 前面，中间3棒大家随机分配一下。好，就是这个哇，这个音乐好大声啊。后面几位都戴上耳机啊，然后向你传递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摘掉了。可以，就是你不用戴啊。哦，不用戴啊。你不用戴，你熟悉一下，然后把那个词儿往后传就可以了。50个字，哎，不止啊！我第一个要带着生活的演绎的情境出来啊，太大声了，听不到，太就对了。完全皇上吹着雷声，就是麻烦换个音乐好不好？看，卡萨帝银河闪电石收到了道明寺的，厉害，很难的。对，你看他们都已经有战略了，他们在商量战术。你们可以，我们已经有战略了，你们可以猜对5个字哈。这都8个字啊！我们那个，我觉得先来的比较。我们直接上吧，好不好？直接上。开始不知道涛哥，我不知道怎么玩。涛哥，你一看我们的战术，你就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哎，我觉得，因为所以你是开始就讲那么长给他。我们郑总是最终答案的揭晓者。但你忽略了一点，你在中间呀。我在这。对呀。我对海尔不要太了解哦。但这个跟海尔不一定很有关系啊。我们沙盘推演了这么久，天哪，没有关系。换套路了吗？试试看吧，戴耳机啊，试试看。后面几位都戴上耳机。还是有点关系。关系是有，但少了一点关系。但还是有剧情在，对不对？有。可以。好，准备好了吗？可以。可以，传递开始。赵默笙回到家，立刻打。赵默笙回到家，立刻打开华宴冰箱，吃了小蛋糕，喝了一小杯卡萨帝云泉矿泉水，净水机的水。赵默笙回到家，打开冰箱，打开华宴冰箱，华宴冰箱吃了小蛋糕，喝了一杯卡萨帝。别说了，我快忘了。时间到了，说完了吗，蛙哥？没有，五行字说了2行半。赵默笙。回到家，打开华帝冰箱，吃了一块小蛋糕。张默笙回到家，打开冰箱，信都给改了。打开华帝冰箱，华宴冰箱，华宴冰箱，华宴冰箱，然后吃了一块小蛋糕，小蛋糕，好的。赵默笙回到家中，打开华宴冰箱，吃了一块小蛋糕。赵默笙华宴冰箱小蛋糕，没别的了吗？没有了。好，回到家中，打开华宴冰箱。赵默笙回到家中，打开华
燕冰箱吃了一块小蛋糕，然后他又打开了智慧十二方吸油烟机，然后用卡萨帝洗衣机把他的脏衣服洗干净，然后还用小仙机拿出了护肤品护手霜擦了一下说真水润。是真能蒙啊，是真能蒙、啊、相信我 trust me trust me。 我跟你讲，给依依多一点时间啊，可以把海尔的产品表背一遍的啊，是这样的，这是有生活的人，有生活，真的是不是懂海尔有生活啊。复述一下刚才的文字是赵默笙，别忘了赵默笙回到家打开响燕冰箱又华燕华燕包装的美家啊，还华燕冰箱，哎，用不能提示，智慧十二方吸油烟机做了一顿饭，吃了啥？然后吃了啥？吃了个东西。啊、然后呢？吃了个小蛋糕。吃了个小蛋糕。啊、对。用、烤了烤箱烤了个小蛋糕，最后觉得衣服脏了，扔进了冰冰冰冰洗衣机。品牌三个字说出来。小仙机。洗衣机是卡萨帝洗衣机。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还有然后啊？总共六行字呢。六行字。哎，三万多字呢，自己算。真水润。啊，用小仙机拿出了，从小仙机里面拿出了真水润化妆品，抹在了手上。够了，够了，够了！我也不想赢的。我们应该差不多赢定了。这么仔细？就您那个是这样啊？也是挺能掰啊。我们统计一下。这组答对了17个字，哇，我们第一句输了，但是依依后面掰的其实都没掰，就没掰，你提的那些产品不在这个词里面，一个都没有吗？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那怎么会对17个字呢？就回到家打开冰箱吃了小蛋糕，卡萨帝有啊，卡萨帝有，对呀，后面就没了，那就20个字了。对呀、啊，我算进去了是17个字，是吧？啊，总共17个字。好了，这样我们先恭喜一下，20对吧？你的一队又一次获得了新盲盒的秒杀福利的发放权。真的赢了吗？啊，赢了，赢得很草率。这个方法真的不错，赢得很轻松，而且很草率。我告诉你，我天天看《王牌对王牌》，就研究你们的节目，然后天天用海尔，我就研究海尔。海尔下一季多给王牌一些植入呗。就这么说定了，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好，我们先谢谢我们的海尔 boss 团成员在这轮的精彩表现。谢谢参与，谢谢于总，谢谢。刚才我说了啊，依依这队获得了秒杀福利的发放权，这一轮我们要发放的是海尔电热水器，同样各位观众只需要5.31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而这台电热水器的零售价呢，第一会计入依依队的福利额，第二它的零售价是。2599，之前的东西1000多，现在直接升级到2599。2599，大家只要花5.31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海尔电热水器，智沐浴信息智能可视，智能调温免操作，5.31块，大家就有机会抢到这个海尔电热水器了。我们去跟他们一起上链接吧，来，准备好，Jeffrey，我要跟你共享这份荣耀。怎么了？来吧，准备好。当然，你只有喊的权利，你没有送的权利。链接马上就上了，对不对？对，来，上链接。倒 Q 上链接。我倒数。我们准备一下，来，4、3、2、1，上链接喽！5.31块，抢价值2599的我们的这台海尔电热水器，不知道大家抢到了没有呢？4999，对，目前一队4999，全部零在一队，对，怎么4997元的福利值 ，Jeffrey， 你们队目前多少？零，哇，垫底了，零，最后一个，从始至终零，因为有小蛙哥的支持，就没有起色，我们要不要给他一点分？很稳定啊，很稳定，非常发挥一直很稳。对，接下来空间也很大，我们呢还有空间吗？马上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潮盲盒了啊！大家对潮盲盒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没有？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在追求潮这件事情上面已经
不仅仅是穿衣打扮了，就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潮。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体现在哪里？我生活方式体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哎，你会不会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潮一点，快乐一点？能怎么潮呀？哈哈，一会儿我就要给你揭晓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是不是一些装饰啊，还是什么？绝对让你想不到，有好东西。不能像有时候镜头拍到家里，像在家里一个很没有设计感，很没有设计感，还是有很潮。对，所有装备有颜色，是，厉害了，要活泼，而且所有的装备都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动起来。哦，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而且是太潮了吧，我的天哪，空的，太潮了吧，厉害吧？就是可以升降，然后可以自动升降，自己把移动，然后。那个 monitor 可以转来转去，对，我跟你讲，蛙哥现在是急不可耐的想来到我们的这个潮盲盒里面了， 对， 对不对？按耐不住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请 Jeffrey 和沈月先去感受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再按一下蛙哥，看他一会儿有多兴奋。马上就知道心。哎哎，没急的，你急的呀！来吧，你们先去。Jeffrey 和沈月先去。我们有没有赚到分？我们还不能先体验吗 ？Hello， 嗨，又见了，嗨，欢迎来到我们的潮盲盒，感觉很潮时尚啊，是吧？咋了？飞过来了，来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展示？你们下去休息一下，好，耶耶，接力棒，接力棒，接力棒，一会儿见，好 ，Hello， 这感觉好帅，我们又见面啦，又见面了，我知道。哎，欢迎来到我们卡萨帝双子云商的世界啦！哇塞，这个我告诉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就我只要看到它的图片，我一定眼睛离不开它。设计感很强烈的呗。对呀、啊。对，好像一个喇叭。一看就是放音响的。一看就很高端的存在，对吧？设计感非常的。对。夺眼球，哎，跟我们普通的滚筒洗衣机不一样，是不是？ 对， 对， 对，两个桶，实力与颜值并存。对的哦。应该不单单只是一洗一烘一。烘衣服，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蛙哥，像平时你洗衣服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习惯？比如像我深色和浅色一定分开，对对，白色跟有颜色的要分开洗。你呢？我特别会纯袜子分开洗啊。你觉得袜子的细菌会多一点？跟衣服分开洗。两位看来都是精致的这个生活啊，真的是特别的精致啊。其实刚才两位说到的这个也是我们设计这款我们的双子云商的一个初衷了。哎，那可以看到它上筒和下筒它是独立分区的一个设计，就可以解决我们深色浅色衣服还有内衣和外衣还有大人孩子的衣服分区洗护的一个问题。哎，而且这个上面的要小一点，下面的要大一点，所以你就根据自己容量需求来对，上筒洗小件，下筒洗大件，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个是串色的问题，再有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衣物的交叉感染。哎，那你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对，你看它现在两个桶独立的去想，对，它都在同时的在运行。哎，我们今天呢就设计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小环节啊，就是深浅的一个投球的小游戏，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好，来来，那先请我们的蛙哥站到这边。通常干，我就把。我们浅色往上面，对，浅色的衣服代表小球投在上面，哇，好准，好棒，其实不容易。然后这个黄色的小球代表深色的衣服，我们来分区，应该放在哪个桶呢？我深色放上面洗吧。对，我们要分区洗啊。深色衣服可能会比较多。对，这样才不会，哇，好棒。然后。而且要告诉你哦，因为刚刚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说我们现在不用皮带了，用什么？对，现在用那个磁浮。直驱。啊，直驱。所以它是非常稳，非常安静的。那我给大家摆一个积木在我们的双子云商上面。已经在洗了。哎，而且它是两个桶同时在洗哦，还是这么的稳。等于是完全不动。厉不厉害？完全不动。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它不仅仅可以分开洗，这样同时洗的话，我推的，同时洗是不是特别的节省时间？对，就是等于你一回到家，你可能出差一个月的衣服就一下就搞定了，对，而且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对，而且有超百万的用户选择我们的双子云商，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双子云商是双滚筒洗衣机的首创者，哎，太厉害了。哎，我们这个空间呢叫潮空间啊，那我们是潮人，那我们选择所有的东西一定是最新潮的。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最新潮的一种衣物护理的方式了。哎，噔噔，看到这里面我放了一件真丝的披肩在进行
空气洗。空气洗，对，当下最新潮的一种衣物护理方式哦。空气洗，我联想到会不会就是不用水？对，不用水，然后有点像干洗。对的，对的，说太对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水，就是不能水洗，而且又不想干洗的衣服，都可以用我们的空气洗。因为空气洗它是用微米级的微蒸汽分子穿透衣物纤维，然后实现这个衣物的亮色、塑形，然后除皱除味的效果。好，让我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不需要去到干洗店，在家里你就可以完成高档的真丝的面料、这个、或者是羊绒的面料的一个清洗，对，可以给蛙哥摸一下、就是、这个是洗完出来没有皱皱的吗？哎，蛙哥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依依老师做个造型，然后披上展示一下。哇哇哇哇哇哇，这件金枝玉叶的这个披肩古典美。对，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刺绣，其实它处理不当的话它很容易勾丝的。对、而且真丝的衣服很容易褪色。对呀、完全不会皱。但是你交给我们的空气洗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所以要特别感谢的是卡萨帝奢护集成套装带给我们分区洗护的潮生活和空气洗的潮科技，再一次感谢卡萨帝。而且不止可以护理真丝哦，羊绒、皮草这一类的也是可以护理的，像这边的潮玩、潮服，对，也是可以用它来除尘除菌的。我可以把玩具拿去进去里面洗啊。对的，可以除尘除菌哦。书包什么都可以啊。可以的，所以还等什么？最潮最高端的生活，赶紧把它带回家。6月18号选择我们的卡萨帝，让你的生活无处不潮。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好，我也要。哎，依依姐，赶紧这里集合了，我们最潮、最高颜值的战队马上要集结。那在我身后的这几台空调呢？代表了我们空调界的一个颜值，真的都高颜值产品。哎，这个也是没错。我们见到这台空调，就像我刚刚见到蛙哥一样，哇，很哇塞，就是颜值爆表。怎么会有这样的神仙颜值？就和我们空调一样 的。而且你看一下它的面板，有没有联想到现在非常火的一首歌《星辰大海》？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其实已经去掉了一个面，但是可以让你拥有更好的、更舒适的体验。哇，依依姐你好懂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台银河空调它外观其实不一样。怎么了？它外观其实不一样的，是不是蛙哥有发现它是不是有点三角形的形状？好像那个形状是不是一般那种平面的？对，它有、其实、三角形。没错，那其实我们空调一般的话是圆柱或者说是长方体、那这台空调我们做了一个蛙哥刚刚说的三角 三角形，对不对？其实呢，它的这个外观和灵感来自于我们法国的卢浮宫金字塔，所以说呢，从外观和经典上真向它致敬。而且它是少了一面，但是多了一个出风口。你找一下在哪里？哎，蛙哥可以探索一下，找一下，探索一下。这边是正常的吧？仔细探索一下，这边会有没出这个？哦，是吗？摸到了吗？挺正的，对对 对。那你看，一般空调的话，我们只有水平出风，但是这一台空调我们是水平和垂直两路出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而且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实现全屋的温差小于0.5度，房间不会再忽冷忽热。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到这里，去到那里，你会发现温度都差不多。就是多一个方向出风，就比较容易。对，没错，所以说它是两路出风就可以达到刚刚一姐说到的这个好处。那像我们这台柜机空调呢，它也是非常的漂亮，前方后圆的设计能够代表着我们中国非常好的寓意，四方太平，富贵吉祥。哎，再让你吹着干净风的同时还能吹到一个好彩头，怎么样？非常的棒，对不对？汉良哥种草了没？呀，来，我们接着移步这边。定了。这台呢是我们的卡萨帝银河系列的这个家装机中央空调，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看它这仅仅只是外机而已，外机就特别的漂亮。通常放在外面或者顶楼不会太多人看到，对不对？对，没错。但是都设计的这么好看，都设计的这么好看，而且发现舍不得放在外面，对，一颗螺丝钉都没有。所以说它非常的会防腐，而且在保级的高级美感，对，非常的实用。而且它内机也是超薄的机身，在分分钟可以省出更多爱的空间。所以说非常的棒。而且你看就连这样一个外机我们都是无指纹设计，没错，就放在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的家是有一个连廊的话，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你都不会觉得影响颜值。怎么样，蛙哥今天要不要把它带回家，这个，匹配你如此高的神仙颜值？真的忍不住。哎，对，所以说我们潮男潮女要的就是最潮的设计。怎么样，赶紧把它种草起来吧。赶紧去拿手机，私聊私聊，我们私聊私聊，私聊私聊，去拿一下手机，去拿手机。好的，那待会儿见吧，蛙哥。待会儿见。而且据说你还要去拿一个秘密武器上来给我们看一下。是是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朝这边去。好，赶紧帮我拿上来。
感超棒的。你看，小汪拿的这个呢，是我们雷神的旗舰游戏本，是 Zero， 我们可以打开体验一下。哎，笔记电脑。你看哈，我知道这个点在哪里，就是它酷炫的地方是它对有有啊不同颜色的灯光。哇，很酷炫的灯光。它像是戴了一个彩色的面具，然后这个。排风口也是有不同的颜色，是的，它尾部灯也会很炫酷，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造型。那一一发现它的屏幕打游戏特别厉害，对啊。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边框特别的薄，是这款呢，它是专业的游戏本，然后所以给这个屏幕设计的是16:10 2.5K 高清全面屏，就是在小娃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身临其境的感觉，身临其境，那个画面比别人又再宽一点，又再宽再高一点，而且画面是高清的效果，太棒了。而且真的好炫酷哦，就感觉自己在家里可以一个人开一个 disco 跳着舞，没错，它的灯，包括说前面那个键盘能看到也是可以炫彩的，这里也有灯光的，是的，对，哦，好。那其实刚刚我一直在说潮生活，因为我知道男生很喜欢这些电竞类的产品。那我刚刚特别跟 Jeffrey 提到的东西，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它的颜色好醒目哦！这一套呢是雷神的变形金刚 IP 联名款。对，然后设计的包括说外观颜色以及我们的这个画面。都是特别有感觉的。哎，蛙哥，你看到这个颜色和这个设计，有让你想到什么？这个黄色让我想到变形金刚里面的大黄蜂。大黄蜂，是的，对吧？就是这个设计。是的，是的。然后小蛙也是变形金刚粉。我可以感受一下吗？可以，坐一下。哇，这样吧，我让你自己来发掘一下。你刚刚都说了变形金刚，所以它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这个桌子或干嘛可以移动的，或者是变形另外一个形状。它不光桌子，包括这个显示器，你也可以去动它一下。它可以升高，没错。Try me， 可以仰头，可以，可以低头，可以，还可以旋转，还可以旋转，对，哇，这个还可以，另外一边还可以，哇，也可以。这个屏呢，除了上下左右旋转以外啊，它是 4K 的1毫秒反应的电竞屏，对，你在用它玩游戏的时候超酷爽的，真的可以转到，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这个主机上面还带了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区域。是的。如果你在玩的时候，你的手机发现没有电了，你把它放上去，马上它就可以充电。而且你看它的这个主机箱是透明的，所以你在玩的时候特别的带感，好像大黄蜂在陪伴着你一样。对，如果我坐累了、玩累了，站起来，可不可以帮我配合一下？来，3、2、1，走你！看到了吗？我们的桌子在升起来哦。如果你坐累了的话，把这个按键轻轻一按。我可以站着，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站起来的。现在已经升到了1米了，可以站着玩。对，现在110，哇，是不是很高？哇塞，有点高了，可以下来一点，可以下来一点。好，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调节高度的电竞桌。虽然站着玩，但是坐着应该也要舒服才对。对，是的。你也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目前这一个电竞椅带给你的感受。这个电竞椅也是可以调节高度的，怎么样？帅不帅？很顺畅。舒不舒服？可以后退。可以前进。可以前进。没，就是主要它那个很顺。是这一套的，从台式机、主机显示器到电竞这个桌椅，全部都是雷神全场景的电竞设备。对，你值得拥有。来个游戏。谢谢，也特别感谢彭迪，谢谢彭迪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雷神产品，谢谢大家对雷神的认可，介绍我们新的科技啊。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感受到潮生活，其实我们自家小件每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也想要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具有潮流韵味的话，赶紧行动起来，618支持我们的海尔。是的，而且呢，在我们这个介绍完我们的雷神电脑之后啊，还会额外的送出。好，来，你们到那边来，豆豆到我们这边来。好，那我们又过来了。好，你的提议是？我有一个提议，因为海尔让我感受到我的生活特别特别的幸福。那原本我是一个这个胜负欲很强的人，是的。但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在我们的智慧家，我们不需要有胜负，我们只需要有美好，有志趣新潮，就够了。所以呢？所以我想把小优送给 Jeffrey， 也代表着我把我们潮的这一环节的这一个福利的权利送给 Jeffrey。谢谢，
但是啊、哦，所以就是今天的福利都在我这儿、啊。不不，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的福利了。哦、不要想太多，年轻人啊，不要想太多，冷静一点。想多了。但是话说回来，依依让出了这轮福利，杰弗瑞最后能够送出福利的额度，我们还不知道。哎，他极有可能一轮翻盘就赢了、嗯，极有可能一轮翻盘。啊、那就那这样啊，最后一轮比拼4900。送福利的权利就是你的了。一之前是4997，那么 Jeffrey 获得潮盲盒的秒杀福利发放权，这一轮发放的秒杀好礼是1.5匹的雷神者二挂机，雷神者二睡眠空调，自定制健康睡眠曲线，让自然睡眠变简单。各位观众只需要5.31块就可以带回家了。这台空调的零售价会计入到你们队伍的福利额。它的零售价是一那边4997，这款的零售价是3899。耶！所以杰弗瑞队呢获得了3899的这个福利额。所以一姐真的是让我不败了，差不多我们都是很接近左右。对呀、啊，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给大家谋了福利。对，是的。接下来呢，杰弗瑞终于获得了今晚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的权利了。你将倒数5秒。我们观众朋友有机会5.31块获得雷神者二睡眠空调，一起来倒数一下，来，5、4、3、2、1，上链接喽！最后一轮的这个物品很多很多啊，很多，大家可以赶紧去抢啊！那么整场比拼下来之后呢，我们的常胜精英队4997的福利额，不败精英队是3899的福利额，还是小心，对，所以是。常胜精英队获得了操盘权，操盘权是另外一个，我们就是王牌之夜的操盘者，操盘者，耶！你们将获得由海尔中国区副总经理、海尔之家营销总经理吴传岭啊，程传岭程总授予的海尔618志趣新潮王牌计划书，并且获得最精英团队称号。有请程总上台颁奖，欢迎程总。一起站中间，好，一起站，我们的看到里面厚厚一叠的合同，谢谢谢谢，您站中间，我们一起拍张照，一叠计划书啊，刚刚就是站到几期，耶，恭喜一下，恭喜，谢谢谢谢，程总还有任务哎，海尔之家的 boss 团呢选出了今晚表现最好的特别精英个人，我们同样请程总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谁是表现最好的精英个人，嗯。他是今天在直播间跳了拉丁舞，哦，在直播间，在我们的家里吸了氧，吸了氧，而且他又弹的谁呀？恭喜依依，耶！弹，依依是我们的特别精英个人啊。那程总，依依将获得一个怎么样的福利发放呢？今天因为作为经营个人，我决定今晚把最大的秒杀福利以一的名利发出，价值是11699元的海尔全空间余温蒸烤箱，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是多，给一个人这个11699，太棒了，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海尔，让我们的智慧生活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感受到更好的快乐和幸福。是的，所以依依获得了用5.31块的，5.31块是送出去了，真的吗？啊，他给一个人还是给？给一台，给一台，就是给一个5.31块的机会去都可以发这个，都可以抢11699，什么时候就可以抢？现在吗？这是今晚最重磅的福利了，就交给依依，海尔全空间云温的烤箱，对不对？这台烤箱可以让你瞬间变成大厨。在家吃上非常好吃的北京烤鸭，好，精准控温，轻松畅享大师美食，海尔全空间的我们的这台烤箱5.31块，好，11699啊，你来 Q 吧，好吧，你来，其实今天是我们大家一起让大家来感受到秩序新潮的王牌之夜，好，来吧，准备，一起来，准备，5、4、3、2、1，上链接。烤鸭，希望
抢到的那个人就是你了。那接下来呢，将是一个重磅的时刻。海尔之家联合什么值得买官方发布专门为 Z 世代打造的618智趣新潮榜，让我们有请海尔之家体验云首席运营官左墨之和海尔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郭耀两位老总为我们来揭晓榜单。来，二位请。最潮的打招呼的方式。哇哦。哦，原来这样是最潮的，以后我知道了。给我们解说。好，王牌对王牌，海尔618王牌之夜。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制榜单，欢迎大家热情选购。去榜单的制榜单。哇哦！好，矮冬高颜值，很好看。这些产品都会给大家带来智慧生活。那下面是去榜单，看一下去榜单，给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生活，让大家618玩得高兴，买得开心。颜色系列不大一样，这个是由我为大家带来新榜单。哇哦，有冰箱、洗衣机、空调，黑色系列，热水器、外机、消毒柜、电视机。下面是潮榜单。哇哦，好的，谢谢。四张榜单的发布之后呢，我们王牌对王牌海尔618王牌之夜的直播晚会也即将进入尾声啦。我们再次请海尔之家 BOSS 团的各位成员来到台上。大伟哥，大兵哥，于总。哇，刚哥，这个蛋糕，刚哥你好，郑总，大兵哥，咱这边站几位啊？是我们这边站几位，这边站几位。哇塞，还有刚哥，哇，哇哦，门，来吧，杀青了，哎呦，还有美酒，来，再来一把。我爱海尔，谢谢海尔爱我。哎呦，谢谢，智慧新潮，智慧升级你的家，感谢，每个人都拿个杯子，谢谢，一闻着，对了，哇，美酒加美食，我觉得我们王牌是不是要有重磅福利发放一下？肯定有重磅福利，马上要发放。我们的海尔之家 BOSS 团呢，为我们带来本场晚会最后一波的现金宠粉红包，观看直播的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啦！那马上呢，就在这场红包雨中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倒数3、2、1之后，口号响起来，来3、2、1，海尔之家618美好升级下单吧！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的王牌队员沈月和 Jeffrey 董友林将走进电商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专属 Z 世代的智家好物。直播间里下单更有618超值聚会，智慧升级你的家，让我们一起买吧，各位！